可以吗，领导？就一遍，咱们就拍了一遍是吧？全拍了，一个不落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镜头吧，它不能只拍一遍，必须得近景、中景、远景，正面、背面、侧面，每个角度都得拍到。都有。再拍一遍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太完美了，这是排练，不是正式演出，必须得有那么一点点瑕疵，它才更真实。他日常就是这样。那就再安排点小瑕疵吧，再来。行吗？不行。不行不早说呀。不是这块吧，它得有点那种生活中的那种状态的自然的流露出来，你不能太真实，知道吗？你要不然就是拿着手机打打电话，或者是发发微信。哦，自言自语。明白，开机。哎，稍等一下。来来来来，好了。我小小的世界，当你来到，谢谢温柔围绕我的棱角，不像你的心跳，旁人听到。被你搂着的腰体温，少女的心跳，气氛需要被你紧张到所有细胞。喜欢你说你脸红红的，像蜜桃，可爱多。世界天下无敌天。这个时候老板需不需要入个伙？需要，快去。小佳啊，那个给我全方位，不是讲说的多好，沙漠大天连着海，海连着天，是不是一望无际，要不就是那种通透的感觉。哎，不光往远了看，是不是沙漠，沙漠什么意思？小小的世界，等你来到，谢谢温柔围绕我的棱角，蜜桃可爱多，世界天下无敌天到我。差不多行了，别再眉目传情了，我累了。马总累了，大家休息20分钟。